今日潜力股系边只？我同大家讲下咧，咁讲下呢只啦，呢只咧就系、是、中国食品啊！你见到啦，啊潜力何在咧？潜力真系就系咧，佢好似咧就一方面咧系已经咧，呢条突破咗下降轨啦！又唔见咗，好小心画，好小心，好小心，系啦，画到啦，一方面咧，佢就突破下降轨啦。另一方面咧，就呢次试个低位，度一度先啦。试嗰次低位，就系咧2.61。最近呢次再逼近佢，就2.67，争几仙咁啊！好似咧形成高低脚小双底咁。咁因为试一试，逆日升啦，跟住再嚟一支阳烛。有少少可能性啦，加埋咧呢支陽燭係突破埋呢個短期下降軌添，又令到咧就成為高低腳小雙底可能性咧係增加咗。咁而家當然啦，最重要咧係咪真係成形咧，就睇下呢條平呢、這個小高低腳雙底嘅頸線，即3.04能唔能夠穿到啦？穿到咧就先確認。咁但係總嘅嚟講咧，佢相信咧個情況咧就應該係 OK 嘅啊，只要咧就將個止蝕位。摆喺啊呢2.67啦，以至2.61是哪个位啦？又唔拣啦。咁啊，等佢咧就今日见高位中轴啊，就试一试高中轴就回吐啦，显示咧个中轴位20天线有啲沽售压力，可以等佢回一回先啊，逼近翻个布林交通道底部，以至呢两个头先讲嘅支持位，到时咧可以考虑咧就投机性买入咧，就用呢两位嚟止蚀啦。上网咧就3.04啊，睇下搏一搏啦。咁啊，左个潜力咧就在于技术上咧，有可能形成咧就高低脚小心。